吸气。我吸了很多气吧，这根本不动。我现在用气，这是火星塞，要点燃，发动机在后面。你是用的，你的发音器官没下来，你的钢琴盖都没打开，你怎么弹？把钢琴的盖打开嘛。这个发音管，男孩子喉结，女孩子没有，但是你吸气的时候，看见没有？看在这儿，下降，你的喉头根没有下降嘛。下来，你不下降就是胸式呼吸，你一下来就下来了，看，是往里的收，不是，是往里面收，对，是这样，好，动一下，对，你现在没有唱，你肚子有气没的，有气没有，你个小蛮腰唱不了歌，就没瓦斯桶是空的嘛，这里边就没撑开，你要抱着一个橡木桶，就抱着这个桌子。抱着这桌子唱啊，看没有？就这样唱，抬起来。你根本就没有负重嘛。唱歌是体力活，不是说在那二郎队敲着喝品咖啡，是。你看我唱这些，你摸我的汗。老板看，我就在看。我已经出汗了，就出了这几声。你是没出汗？这么好的冷气，是很累的。累的是周围的气，不是为这嗓子，不是用嗓子唱歌。我在那上说那么多话，你都没听过，出了500多集，你都没看，只看一集，抱着一个橡木桶，洋酒的橡木桶，抱着，不是，这没有了，这没有气了，手风琴要拉开风箱嘛，才能风，钢琴要打开盖子嘛，才能弹嘛，你不能在钢琴外边弹嘛，气根本没吸下来，你往下吸，你喉头要下降，你看我要吸气了，现在喉头在这儿吸。看，我喉头下降至少1到2公分，不是喉头下降了，是我的整个胸廓膨胀了。你这个轮胎2年都没开车了，钢圈都挨着地，你敢骑吗？啊，充气。哎，钢圈离开地了，要轮胎挨着地，钢圈不能挨着地，钢圈挨着地就会打滑。你背了，这是1、2、1、2、1、2、1、2、3。好啊，哎，你去，你的声音要这样子，这是经过掩盖的。好累啊，肚子。当然，对，这肚子会酸，你明白了？这个肋骨下面、今天你要给老板送，老板的面子能请得我，你的面子还请不动我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名，到2年以后就大名了，知道吗？我们一起来包装它，这个怎么样？来，去唱一下，不会弹琴的想打工都不可能，来，退一点，来自己唱。那老师平常呼吸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我平常吸气，我跟你说话，平常的呼吸也是这样。我们平常说话也是这样吸气。是啊，也是，我气一定到这里，不要唱歌太用，来不及了。生活中就是这样，我吸气也在这里吸。你看我说话多松你会出这个音吗？你听。可是像我们如果吸气把这个往下压，可是我觉得变胸腔变膨胀。不要往这儿，是。是往后。哎，往后，你没有打开这个地方，所以你不往这里走，肺在这里长，看两个肺叶，看见没有？这个有三个肺叶，三本书，这有三本书压着。这是2本书，细长条像2个树叶一样，看见没有？有多大？大概那个右边的肺要大概像这么大，3个，叠起来有这么大的，胖胖的，像汉堡包。右边肺胖胖的，三个，就像我们吃的汉堡包一样，在右边。左边像台湾地图一样长长的树叶，从基隆到高雄，在这。肺在后边长着，记着啊，前后都有，但是后边是一定长，不在这里。它长不到这儿，这边左边大家都知道，左边是胃，右边是肝，你不能把肺变成肝的位置，这是肝，右边是肝一定跑不掉，在肋骨的里面这个地方是肝，你肝疼在这疼，胃消化去，为什么这里面没来蠕了？因为胃要蠕动，你不能长上肋骨，它不能蠕动了，所以你们气不能，这个地方不能膨胀，不但不能膨胀，还要收着，你吸一口就那个，我来给你吸气来，你看我吸气啊。摸一下就要700块，知道吧？一个小时。那我来摸一下。你来，你摸这边，用力夹着。多摸一下。来，放这儿。吸气。对，你现在摸的就是我这个地方膨胀。哎，然后现在用力。不是挤，它是保持住。对了，这两块，你摸的是这边的油箱，我是两个油箱，一个正油箱，一个油箱，千万不要，错误的。这个是什么丹田？这叫膀胱，装水的地方，这叫膀胱，不叫我们唱歌吗？啊，然后
气筒，我们的汽油箱就在这里，往这里加油。吸气的位置，你试试，你是用鼻子在吸气，你用嘴吸气。错，我们要从这吸气，从后鼻腔这个地方吸进去。所以你感觉是从这里吸进去。这个头顶上有一个，你有一个门，你摸我这个地方，我你摸着你再摸你那个地方，这有个坑，这叫聪明的聪，聪门，烟囱的聪，没有耳朵，烟囱的叫聪门，这也是个穴道。我想象到这边。不，你这就有，你摸你摸我这有一个，不是想象，就在这儿。摸我这有坑，你摸你的坑，你摸你的哦，你去摸它，对，你就摸的，你是聪明的很，啊，你都长完了，长全了，太聪明了。这个地方缝越小越聪明，你去摸它的，从这里吸气，往后边吸，从这里吸，往后吸，吸到这里。你走这里当然走不到了，你走错门了，你往水箱里加汽油了错，你要往油箱里加汽油，往瓦斯桶里加，你看是从这里吸气。从这里去就有这，从这里走，不要啊！你们现在走前面，不会唱歌的人，他是典型走前面。吸气，在这儿，你看，改过来，就改一下，门不要朝这边开，从这边开门，从这里。我的下巴都松，下巴松，舌头松，你舌头一定不会松。你把舌头吐出来，对啊，这对啊，这对啊，你唱歌能不能保持这个状态？去唱一次，再去唱一次。我有点不习惯。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怎样怎么吸？就是空中加油机，空中加油机，飞机对飞机，知道吧？一个这么粗的管子，像脸盆这么粗的管子，一下去，一三分钟之内把五吨的汽油就加进去了，就加到这里头了。从这里吸，从这里出，从这里吸气就从这里出声音，从哪里吸气？就从哪里出声音，这个没问题吧？你不能说我们家里两个罐子，这个是加了油了，加了以后你去用这个罐子，没有油，没有，只有这里边有。你听我的声音没有？你现在是在这里，你没有经过胸腔共鸣、鼻腔共鸣和头腔共鸣，没有经过咽壁，咽壁是中音区最大的一个喇叭，对。哇，这个家伙会比你这样的唱的还好，你要加油了，你就是不唱，你有唱，你有着，至少你嗓子没有毛病，唱你去唱一唱，我听听看，现在有信心了没有？有信心了没？有老师加持了没？他是没有加持过唱的，来来，哎，试试看啊，你听这声，你看我已经满身大汗了，记着，不用管，就这样，你现在听听啊，你这个这么年轻，才有20岁都不到。